天已经是第三场了，然后每一次在现场多多少少有一点曲目的不一样，但是中间有一个我非常非常想要呈现的，我觉得特别是在音乐风格上面的对比和极致，所以我非常非常希望也需要专业的音乐家艺术家来帮我去呈现一个更极致的状态。我希望大家来现场听到张靓颖的演唱会，她不仅仅是一个流行演唱歌手，然后会有更多不同的音乐风格我们之间共同去分享，不管是情歌、舞曲、嘻哈、R&B、古典、歌剧、爵士，或者还有一些其他我没有提到的，但是我也希望儿歌啊，这你就过分了。儿歌我也唱过啊。无论我走到哪里，你永远都在我的身旁。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在你心上。我是真的唱过儿歌，还唱过不少的儿歌，因为我觉得人的内心当中需要有丰富的情感，作为一个歌手就更需要有丰富的情感，这样我才可以用我的方式去表达，然后用我的音乐去跟你们沟通，所以纯真的这一部分，儿歌的这一部分也是我需要的，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张靓颖。好的，谢谢，谢谢，然后。